香港巨肺小天后邓紫棋在上一期第七期的《我是歌手二》中，终于跌出三甲，只能排第四。据知，即将播出的第八期也会继续三甲不入，希望主办单位湖南卫视有意丐帮。同样是90后的马来西亚歌手希拉上位，加上早前某内地网站为只唱了两集的希拉拍摄个人专访，现在邓紫棋却未获邀请，令湖南卫视丐帮之说再见端倪。在歌手二的成绩滑落，私生活方面除了面对感冒刚愈之外，还跟男友林宥嘉传出分手，邓紫棋急需正能量的帮助。她最新的在微博上载一张自己以萌爆阿拉蕾造型上阵照片，无论造型跟神韵都跟原作相当接近。郑维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。爱石头，爱揣摩角色，爱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涛。